今晚活動咧就叫做非凡旅程啊。其實呢個亦都真係可以象徵緊我哋參加展示清健嘅同學嘅心聲。喺呢度咧，我想借呢個機會咧都鼓勵一下大家啊，就係通過努力咧，我好相信我哋嘅年輕人咧係可以一展抱負嘅啊。咁所以我好希望咧，每一位同學仔，當你揾到自己嘅目標，當你明白到要努力為自己未來開創嘅時候咧，你一定可以一步一步實現你嘅理想。請你即係用任何方法嚟參與我哋嘅展示清健。多謝各位。我覺得展示清健計劃可以幫到我去揾一份好好嘅工啦。咁佢會去評核我嘅能力啊，我嘅志向啊，咁佢從而去幫我揾一間適合嘅公司去俾我去見工啊，去學習。快啲嚟參加展示清健計劃啦！我計劃就是跟 VTC 和勞工署合辦的啦，就得到有這個計劃的幫助了。這個計劃幫到我找到我的人生目標，也都可以幫到發掘我自己的潛能，實踐理想，展開非凡旅程。展示清健計劃幫我在我未明朗的前途上找到一條道路，可以讓我跟著這條道路找到自己的將來。我而家入職嘅職位係學徒管工，我想多謝展翅青見俾呢個機會我參加呢個計劃，同埋多謝我嘅上司俾機會我學嘢。展翅青見計劃幫我踏上職場。Joined YDP through Baptist Oikwan Social Service because I was currently looking for jobs in Hong Kong, so I got to know about Baptist Oikwan was like offering employment services, so I just contacted a caseworker there and I was assigned a YDP caseworker, so that's how I got to know. Fly with YDP. 展翅青見計劃咧係喺我工作上係幫到唔少嘅大忙嘅，咁好似我當初啱啱加入公司嘅時候啦，喺工作上咧都遇到一啲技術上嘅困難又好，同埋同師傅溝通上嘅困難都有唔少嘅。咁當初我真係有啲迷惘嘅，咁但係經過展翅青見嘅導師啦，佢哋嘅協助之下啦，係確實提升到我工作上嘅信心啦，同埋溝通嘅技能嘅。展翅青見計劃。展翅青見就其實幫咗我唔少嘅。當初其實就係自己有個夢想啦，就係想做電梯維修啦。咁其實我嗰陣時中學就同社工係咁傾啦。其實有冇啲咩計劃可以幫到我啊？後屘知道中學嘅駐校社工啦，佢原來咧展翅青見咧有個計劃就係同職業訓練局攜手合作嘅行行出狀元啊。咁後屘就得知呢樣嘢啦，咁就透過展翅青見計劃去咗報名，咁我而家入咗一間電梯公司去做電梯學徒，快啲參加展翅青見計劃啦！我希望喺物業管理呢度發展之後啦，咁就可以更多機會去累積更多嘅經驗啦，從而可以有更多嘅機會去發展自己的潛能。覺得展翅青見計劃就因為佢就冇因應你的學歷啦，咁我有機會去因應我的工作表現，然後可以去選擇我自己想要做的工作。展翅高飛。我嗰陣時咧係透過我中學的駐校社工推介我加入呢個展翅青見計劃，我覺得咧展翅青見計劃在很多方面都幫助到我啦。首先佢算是一個比較過渡，慢慢學習翻點樣同人哋相處啦，或者重新去建立自信心，亦都可以挑戰到很多嘢嘅計劃嚟嘅。Fly with YETP。我最想多謝嘅個案經理同埋公司嘅同事啦。因為個案經理在我很迷茫的時候就給了一個很清晰的方向我啦。至於公司同事就在我工作上面有困難的時候就會很積極地幫忙，令到我的工作更加順暢。展翅高飛。